很多朋友都问说，防脱跟我们的心肌或细肩带差别在哪里？功能都是一模一样，都可以集中，都可以托高。那我们的防脱系列这边你会发现，比其他的款式高度是增高的。另外呢，背后有个非常厉害的大面积的 S 型，这个交叉呢里面就是我们的弹性纤维，它可以帮你把你的肩膀拉提起来，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有个漂亮的曲线。因为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啊，都喜欢打电脑之后，肩膀会不小心的往前倾、往前拱，那你长期的驼背，你的背部还有侧边的腹就会不小心的跑出来。所以女生呢，千万不可以驼背。如果驼背的话呢，就挑选我们的防驼，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这样子拉提起来，胸型才会漂亮哟。